我是洪少奇，我是洪少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少奇，欢迎回来我的 channel。你们有没有幻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们掉进去马桶？我更想知道的是，当我的男朋友看见我掉进马桶会是怎样的感觉？这个是我刚才突然间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又觉得很想尝试一下，看他紧张我的样子是怎样。要讲掉嘞，出来看看。坐进去，好像不够大了。我就觉得很好玩又很奇怪，怎么办？我的男朋友怎么办？他现在在睡觉，给你们看看，他是我的家人。滚！我们家现在很乱，因为我们买了很多家私，然后要准备弄完整间家，然后很紧张。那我已经设好了一个相机，一个手机在这边。等下那个故事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会先放一个镜头。是这边，然后等下这一个电话我会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看整个场景应该看得到吧。紧张怎么办？其实为了保持整个故事的真实性，我现在真的就是一个素颜的状态，很丑你看，因为刚才在家里我就是这样的样子，然后丑，我觉得我好丑。我觉得我需要换一个长裤，它是不会起什么异形的，因为我平时我在家也是会穿长裤，因为太冷了，我怕冷，所以我换上一个长裤先。请请，我已经换上了我的长裤，所以我现在要先去安装另外一个那个电话在那边，看着它的样子，希望可以拍得清楚它的样子。做这种事情，肉鸡肉鸡，应该可以看完整个场景吧？最后一台机，康明，救我！康明，来这。讲吧，我觉得拍片好可怕啊！我脚要软了 ，baby。怎么？因为我觉得很可怕啊！
你有被吓到啊？还好，我是觉得你怎么怎样卡着，看不到卡着的原因在哪里啊？嗯，你猜猜有几架机？哥，你猜猜有几架？那一架。然后，你的，还有，应该没有吧？那你到底那个？所以你刚一起来是什么感觉？你在喊救命！你在喊，我觉得正常的，我可能我知不懂。我本来以为你听到有蟑螂吧，然后，然后我就进来了。很好笑，我真不知道讲卡也太好笑了。我是想要想我跌下去马桶，然后来你来救我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跌下去太好笑了。对啊。很好笑 ，Oh my god！ 为什么我觉得我脚好软了？我真的是觉得拍 prank 是件很难的事情。就没有叫我准备好。准备好什么？我要 prank 不是不可以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准备好了不是假的。我都这样丑，我特地素颜。你看我整个头发这样，我就要跟人家讲这个是就是真实，我还拍你睡觉。来，我给你看还有哪里加急。对，走。走。看你有没有惊醒的样子。哇，看我睡觉。这里还有一家。猜猜还有一家。我怎么我没有这样跟我加东西。还有一家在那边。啊、在这边。Yeah, it's here. 看你跑进去。看你有没有跑进去。嗯。嗨。实在是太丑了，而且我还给全部人看完我们家现在多乱。我觉得我心真的是要变成没有心跳了，我要整个啊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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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可怕。你现在以后就越来越过分了。不会的。什么？什么啦？哦。OK， bye，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帮我们按 like 分享出去。OK， bye， bye。One, two, three, fuck it.